各位观众，我们77.4K 的点券，今天就是铁了心要把 Irving 满图。各位观众，满图 Kyrie Irving 蓝银圣灵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OK， 帅，换手上篮，帅，进了，有咯。Nice. 再见，好爽哦！哇 ，Kyrie Irving 的角色真的太好玩了。南开高热，爽就站起来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大伯谦。没有，不是，欢迎来到台湾为难的实况台。各位观众，今天8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没有错，各位，8点要宣布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了。各位观众，我相信大家都等很久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了多少要来把这个 Irving 抽满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巨星登场券已经有131张了。但是你们以为我只有131张要来把它抽到六图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各位观众，我们 77.4K 的点券，今天就是铁了心要把 Irving 满图。你的小孩正在哭泣，傻傻的，我的小孩的奶粉钱现在都放在 NVIDIA 啦，不要担心啦，各位观众， 77.4K 直接抽烂。好，各位观众，8点准时开抽，来。我们这边直接无上限 ，Kyrie Irving 30抽就出，敢不敢？果然还得是你啊，富尼耶！有了吧 ，Kyrie Irving 有了吗？有，各位观众，我们 Kyrie Irving。速爽登场，没问题。有哎，60抽就出了，舒服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没问题。我这边无情抽烂，抽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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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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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抽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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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抽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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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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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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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欧啦！有啦！哎，都没有保底哎，运气不错哎。Irving 要满图吗？你在问什么废话？肯定是要满图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虽然我个人呢不是一个操作型的玩家，但是给 Irving 尊重，我们满图还是必须要的。各位观众，满图 Kyrie Irving 蓝银圣灵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台币多少？不要问这个问题，不好说，那个都不要问，钱的问题都不要问。我们这台没有在谈钱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抽时装，你们推荐我抽哪一套时装啊？给个想法，我这边有81张风尚券，因为今天不是有那个风尚券的那个礼包吗？我也买了，这龙龙的服套头套很帅哎，可是我不想要这个醒狮装，这超丑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个超帅的。真的超帅，哇靠，这帅到爆哇塞，这个直接帅到哭，Oh my god， 哇抽了，但这不可能中的吧？不可能这样子就中的吧？对啊，这不可能中的啦，这个会不会喷伙伴卡、啊？这个有机会喷伙伴卡吧？金装这什么东西？抽到什么东西？眼镜啊，抽到眼镜了，眼镜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珍贵，算了，龙头有金光有了吗？金光又是眼镜哇，这眼镜是怎样？这么好出哦？这个会不会抽伙伴卡？有又有金光了。沙尘暴走裤子，OK， 再来，又有金光，怎么抽？每一抽都有金光，这好可爱哦。它上面有一只 Nemo 你有看到吗？它上面有那个 Nemo 有这个尼莫，这尼莫好可爱哦！好啦，我们把它用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金光一直来啊。其实我不是很常抽时装，所以我不知道金光是很不常来的吗？又有金光这什么东西？是外套吗？哦，卧虎上衣。抽到衣服了。
我穿好衣服了。啊？等一下，这个衣服是很难抽的吗？哦，等一下。啊，这东西真的难抽的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很多人十万没套装 ，Oh my god！ 你看讨论区几万块你随便抽，哎、欸，没有啦，乱讲。我今天也花了很多钱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样子哦。我是把最难抽的抽出来，是不是？哇，那真的是谢谢妮妮啊，妮妮带好运啊。上山的动作是怎么样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？上山都是哦，这好帅。哦 ，damn， 哦哦，有水水耶。先给他换个衣服好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好符合 Irving 的形象哦。啊！这我哈！我抽个时装还要这么牛逼哦！啊！哇！我抽个时装还有这种动画哦，这么牛逼哦！啊！那给他戴个金色墨镜，不要，我喜欢这个。哇！这也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啊，换这个。好，这个，然后配这个。哇、哦！这好可爱，这个超级可爱，这个很可爱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戴。这个 Nemo， 哇哦，这好可爱哦！然后莎莎手套，然后再一个莎莎脚，来再来一个这个啊，帅！姐，谢谢老婆，老婆，我今天运气不错哎。为什么？今天抽到不错的东西。Irving 吗？不是，我有抽到这个时装，听说这个时装好像人家花十几万都没抽到，然后我抽到了。你花多少？哎、欸，不贵，没有到十几万那么多，但就不要问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捏线，不要捏啦。来，再来，最重要的潜能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是配。等一下，这个时候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打开 YouTube， 在这个地方搜寻小七恩，来直接抄，自走炮台，内外兼修，保护措施。知道了吗，各位观众？小千，如果你在看台，不用感谢我。世界巡回赛哦，紫金王朝历经漫长重建期，终于迎来复兴。在 James 和 Davis 两位巨星的代言下，再一次圆梦总冠军哦。第一关，这可以偷玩 AD 吗？哪里有 AD 啊？没有 AD 啊，要到下一关才有 AD 哦。哎，那我想要玩一下 AD， 强强联合，哇哦！哎，我们用看 AD， 助力，哇 ，AD。Irving， 感受一下，我们 AD 有多猛，强强联合 ，AD 大招不行啊，这样子用得出空间吗？等一下，来用用看，这个动作是怎样 ？OK， 抱团的威力，乱讲，什么抱团？差不多是时候说再见了。呜呼，哇帅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怎样？我忘记给 Davis 一个钟头了啦。忘记给 Davis 一个钟头了。他之前的活动有像这样子做这种剧情的吗？啊，之前好像有一个那个勇士队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上次是金块的。哎，那我觉得他之后应该还会再出更多像这种 NBA 的故事的这种剧情，哎，就有点像是 2K 的那种王朝模式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时候我就要来我们的黄金港星王全明星接球派对，和 NBA 正式达成官方合作。7月24日，首位 NBA 退役球星德国坦克 Dirk Nowitzki 带领神仙 Kyrie Irving 与多位 NBA 巨星登场派对，立即下载 NBA 正版授权3v3接篮手游全明星接球派对，我们游戏见。这个业配来的猝不及防。之后会不会出姚明哦？姚明感觉好像会，几率蛮大。哦呦 ，James 哎 ，Irving 没有图可以玩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不建议。可以啦，没图我也玩得很爽啊。不用图。踩到了，OK， 上篮打烂，踩到了，啊！完了！好了，回敬他一个。
会踩。哎、欸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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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甩开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甩开了 ，OK。改了中枪，继续让别人以为容易中，有这么狠的吗？官方有这么贱的哦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哇！这样被他盖了一手三分。来啦，队魂交给你了，这球。OK， 帅，换手上篮，帅。主播今天特别斯文，肯定哦，不能一直这样哦。Nice， 再见。哇，他要几乎在罚球线的位置后撤，哎，好爽，这次真的好爽，玩起来真的超爽的。而且他有大招，基本上就是必定两分呢。他有辣招，基本就是必定两分，超级强。一点，嘿嘿，吃烂。我等一下来分个球好了。欸，他的德老都不会铁，他两分是没控位，两分是没铁过。下次要铁了吧？几率很低啊！哦呦，换你干了一个三分！哇塞 ，No whiskey！ 主播潜能用三分还是中投？全三分，全三分套。我有三分，哇！欸，他三分连进两球嘞，下一球应该要铁了。你踩死他大招，应该他就不会进了。这个前凸会进吗？哎呦，前凸也能三分哦！大学就是会进，踩到了，进，哎，没进，我就知道，正常发挥，进了，有喽！好，我有大招了。主播不是说要用灌篮套乱讲？白痴哦，凯瑞尔宾用什么灌篮套？我有踩一毛二，撞。对，哇，三分雨下篮，好爽。欸，那个尔宾不用带灌篮就不用带灌篮套就可以灌了。对啊，不用带。尔宾不能灌篮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啦。我今天才灌而已啊。不信我灌一球啊，我灌一球。灌。我今天才灌而已啊，很爽、欸。才可以灌、啊？不行啦，可以乱讲，要我。真的可以啦，我今天真的有灌，很爽的。一般的、哦，对，一般的。真假的？那几率很低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今天就灌了两球吧。哦，因为我一直灌，想说他可以灌，他弹跳太低了。可以的，我就有成功过。我试试看。好，你自己去先慢慢，不行啊，慢慢灌。哪能？要在这里，不要这么里面。两米、三米那边。两米、三米，好。他三分已经连进三球了。给你啊，你灌看看。太近了，两米到三米，来，没有啦，哪有？真的可以的。在。哟呼！不行啦，我是不是我开花式的关系啊？知道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开花式的关系，他直接变上篮了。你去训练场扣就知道，真的可以扣啦。我今天也是意外扣了才知道，哎、欸，干可以扣哎、欸，好啦，可以扣啦。奇怪，干嘛一定要坚持扣篮啊？奇怪，没事。到底是什么台在那一直乱教啊？干，欧文起飞帅了，好爽哦！哇，凯瑞尔宾这角色真的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如果你有预算，我真的蛮建议大家可以玩尔宾这角色，他的自由度太高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操作的人。我强烈的推荐你玩玩看凯瑞尔宾这角色，我觉得会上瘾，超级好玩。好啦，各位晚安，大家拜。